Hello， 各位粉面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吃午餐系列，就是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。今天是吃鸡腿便当，然后再附了一杯无糖绿茶。我今天吃这个，这边看得到吗？给退你家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菜哈。我的天，有四个菜，有葱蛋，然后这个就是什么 A 菜，然后大黄瓜，还有冬粉。今天做的是那个也是铁皮屋啊，就是盖新的，然后在市区，但这一次就没录影了，因为这个有点赶，然后加上最近台湾不是缺水，那宜兰其实不缺，因为宜兰一直下雨，就听说明后天要下，所以我们赶快先把它赶起来。没办法哦。这菜里面 A 菜里面有芹菜，好干。像我们这种就是便当，我真的超喜欢吃便当。这个黄瓜还是要炒玉，它这样炒也不错，但是我之前也吃过有炒那种什么鱼板或是鱼丸的，也不错吃。然后今天是炒红萝卜跟蒜头，没办法。其实我们做工哦，不一定要很好菜，就是我自己啊。我中午只要咸一点就可以，但是你也不能太，就是比正常我们吃的话再咸一点点，不然说很热的话，你会完全没食欲，你就只是想喝饮料而已，或是你只是想喝水，是完全吃不下的东西的。所以有时候尽量就是有什么酱油什么，我就会给它淋一下。然后今天的便当是订那个外送，就是福便达，因为这边就是市区，超难停车啊。我现在车子好不容易找一个地方停下来，我不想再动它，就下班的时候再动，因为尤其像现在中午吃饭时间，你可能绕十分钟你还找不到一个位置可以停车，那也不可能停在那种有半台车都在马路啊，那太危险。尤其我们又是货车，更危险，更大台。
喝一下饮料。这一天打电话叫第二次，因为我看到这一杯饮料蛮有印象，他之前也是有副饮料。像我这样子会胖不是没原因的。第一轮选择还是修诶，我讲。看到这影片的时候应该是晚上吧。可以分享一下晚上吃什么好吗？啊，对了，之后我们一万订阅的时候，我会办一个抽奖活动，就是感谢大家了。那详情的话，能抽什么？我现在已经有大概想好要抽什么东西，那就是埋一个伏笔。所以到时候一万订阅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所以赶快帮我分享影片吧。顽石，真的，真的吗？那我去标。这味道好熟悉，有点绿茶，然后有一个。很熟悉的味道，不知道是牛蒡还是什么的，是它是混合，不是单纯绿茶。OK， 吃完了，结束。之后有机会的话。在开直播，就是跟大家聊天。你们会想看我直播吗？那期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你还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然后记得要开小铃铛，这样你才能收到最新资讯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